他基因很强大，知道吗？我的智商只能这样了，然后我妈一直念我。我们把基因也比好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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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习时间太少了你。我终于都十二年跑去，不想读。你读了十二斤了，那就免比一天跟着你念。啊，我妈又在抱，她曾经虐待我。她说她以前拿着棍子跟着我追啊，是你自己讲的哈。在交叉路口继续向右。太漂亮了，啊，你也好舒服。他不是说那么很多城市很多那种哈，他是有山有水，有很多植物。还有一点点。啊，我不喜欢大都市里面待，我不喜欢了，我就喜欢乡下，有点房子就可以了，不喜欢那种密集的楼房。哎呀，这裤子还是有点好，你看这起码千多斤产量，你看千多斤的产量。哎，它掉掉。他和爹的好来嘛，好别说，但是钱我们那边还高兴的你出。嗯，这个米好吃呢，米大个大个，不太好。这是第一季，还没收割，有些地方都已经收割了。嗯嗯，这个拍这个稻谷主要是拍给我爸看的。他这个都有点得病了，二爸有点是生病了哈。嗯，没咋用。嗯嗯，有点生病。哇，但是谷子产量高。嗯，妈，你看嘛，哎，茶叶。我妈真的，我们是内陆的人，没看过东西真的是太多了，说起来没人相信啊。嗯，这边茶树还可以啊。对啊，这些就可以摘了。对，哦，如果说最里面最嫩的就越贵啊。哎，就是。对啊，哎，没看到我们那边不得，看都没看过啊，也没有人种啊，不可能种啊。嗯，对啊，嗯，这个茶树这中间都得死，比随便茶还好，全部是茶。妈，你这次来台湾硬是捡了好多了哈。嗯，对。嗯，光是植物就有很多了，走，还别说果树了，对面也有，带你去看一下。走。哎，就这样看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个天。妈，你看人家这边，你看自动喷水。自动就是水出一。啊。安静呀，我好不简单呀。啊。看我把水弄进，后面也有了。你要没来啥的？但是火龙果。火龙果，哎，有机会我带你邻居里的去看火龙果哈。嗯，现在我们看茶叶嘛，你看那边的茶全部是自动喷水。嗯，也很安逸。好，走。妈，你看，全部都按那个喷水的。嗯。这边这个颜色要嫩些噶。嗯。底下颜色要深些。越嫩越好。你看嘛，那边的火龙果。嗯。我这也是全火。啊。走嘛，我带你去近距离的看一下火龙果。找一找。只知道吃，但是并不知道。火龙果是这样种的，妈，我跟你说嘛，火龙果的花长得相当漂亮。嗯，你看没有？这是没开的，开得更漂亮。嗯，哎，哦，你看，掉了，你看掉了，你看嘛，烂了。就这个火。哎，这就火龙果噻，我不是买给你吃过的吗？我这都说你说了。啊。也嫩的嫩的。啊。我也吃红也吃。哎呀，它跟水果是一样的噻，它绿绿细细的开花，绿绿细细的结果，怎么可能同时熟啊？妈，你看花，火龙果的花，那花还是好看。火龙果的花特别漂亮，漂亮到哇，没有办法形容啊！哎呀，这么漂亮！哎，你看这个花，但是哈，它火龙果的花是晚上开花，所以说我们看不到，白天它就收起来了。嗯，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啊。它那个肥是。那啥子肥？那个是酿酒的那个谷糠啊。哦，酿酒谷糠还可以。哎，不长草，你还安逸干。啊，又果烂又肥。啊，你看那整片的，嗯，那边整片整片的都是那个火龙果，哦，然后那个是槟榔树。槟榔树。那一条一条的就是槟榔树。嗯。你看那边自动喷水嘛。嗯。有时候就带你到乡下走走看看嘛。嗯。你看这火龙果的花，哦，你看。他们这边的农业很发达哈，提叶子又掉一些块，你看嘛。啊，也提叶子一个，他是靠叶子搁这捡。嗯，没见过哈。嗯，你提的嘛，人家啊，都提叶子。我跟你说哈，火龙果他们都是打这种钢架或者是水泥啊什么的。哎，我看到钢。哎。嗯，这还是
哎呀，还是种着还是很辛苦哎。啊，当农民都辛苦啊，但是他们这个都已经很好了，自动喷水，看到没有？全部是自动的。花了代价。哎，这边我们看一下茶叶，这边。哎、我跟你说嘛，他这个黑布前期就是不让它长草，嗯，然后又可以不打农药，是也很难，你茶就很难啊。他这个都有差一点了，妈你看嘛，嗯，那是果果，哎，它火龙果它分两种，一种是白肉的，红肉的，好像还有黄肉，肉啊分几种啊？嗯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龙果的花。早晨一早点起来的话，你到农田哈，有时候碰得到火龙果开花，那、是太漂亮了。嗯，好爱，好爱，啊，看到都舒服哈。有第二是茶叶。哎，下面也是茶叶，对对对对对。香蕉还有。香蕉、菠萝啥子都有，走。这么爱也是啥子都有。嗯。哎呀，就这边呢，买东西方便，吃点啥的。哎，这些东西嘛，你不好买嘛。像茶叶，我们那边也不丢，有啊，都是人家外地拿的。火龙果还是外地拿的，你们那边不低。嗯。那边啥都是出，所有水果啥都出。妈，你看嘛，这个就是刚种的。嗯。哎。就现在已经。慢慢种啊，慢慢长啊，它会发芽。是啊，这个一批子两个月种，三个月，它那越发越多的。带我妈来参观一下这些蘑菇啊，它是种植的，然后还有这外面卖的干的，你看他们这边品种好多，妈这边还有更多的，你也看，这些可以卖的，它有价格，价钱，它有价钱，这个红喜菇，然后美白菇，你看，各种的品种都有。是啊，妈这个是银耳，走，我带你去看里面，里面才好看，哇、哦，好多，好可爱啊。哎呦，采蘑菇的小姑娘，背着一个大竹筐。妈，这个是上课，这个是上课。你现在就是小朋友，你在坐在这里，然后老师呢就帮你讲蘑菇是怎么种的。走吧，我带你进去看。采蘑菇的小姑娘。背着一个大竹筐，清早光着小脚丫，走遍树林和山岗。他采的蘑菇最多，都得像那星星数不清。他采的蘑菇最大，大得像那小山庄满筐。塞罗罗罗的塞罗的塞，塞罗罗罗罗罗的塞罗的塞，塞罗罗塞罗塞罗塞罗罗塞。罗罗的塞，罗塞，好不好听？啊，妈，你看这是啥子哦？你光看是菌，不要摸哈。那这是长这个颜色的。哎，这个都我们都少没。这是灵芝。灵芝。啊，不是那个武打片里面吗？那个人受伤了，然后就要去找千年灵芝给他服下。然后人就恢复健康了。嗯，灵芝菌，哎，还是跟树种出来的，跟树长长的。哇，树长，我是这些都已经见过了，所以说我才知道我们带我妈来见。妈，你看，都得找找，哇，这个样式啊，啊，颜色色不得啊，这边还刮到了。发达，科学发达，这是农业发达。农业发达。台湾的农业本来就很发达，你看，妈这是活的。我晓得是活的东西。哦，你晓得是活的，妈你看长的。长得好。嗯。好像你又刷的去树丫丫一样。油漆哈，红亮亮的。嗯，就是。对，我妈今天又长见识喽。我妈现在在台湾，每天长见识，每天在学习，每天在成长。这个今天晚上回去跟我爸讲哈，这些哈以后我爸来了也会带他来看呢、啊，亲身体验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他这个对他采了之后采收了，妈为什么这不便宜？他应该是切片泡茶喝的。好多金子啊，这个。嗯嗯，好爱。鹿角灵芝，它长得很像那个鹿，小鹿的角。哎，有价钱，100一个。嗯。100一个不贵哈，一个对，后面就是它，一个是带种子一起吗？
妈，这个又不一样。它这个温度要。小丁菇，哦、啊，小菇丁啊！哎呀，这一整排全部都是灵芝。采菇收费标准，已开伞菌120一斤，未开伞菌160，小菇丁10元一朵。啊，又漂亮哈。漂亮，嗯，我还以为这还没长出来，或者是失败的。它又了，还有这个是刚刚长出来的。它又过很长。啊，这个你看好小。我的老粉丝应该知道啊，我去拍过那个更大的种植蘑菇的地方，更多，还有冷藏柜的，还有有些种在冰箱里面那种感觉的都有啊。像我妈妈哈，她生来就是农民啊，从小就是接触的就是农业方面的，但是知识还是很匮乏。因为看到的就不多嘛，像这种哈，我他这一辈子我不带他来看，可能都没有机会看得到，好吗？没有亲自看过。其实你也有买来吃，但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种的。嗯，包里来。对，选择景点的时候，有时候要也要适合他，就是让他看一些尽量没看过的东西啊。嗯，台湾的农民好发达，这里嗯种的好，这样困，这样的温度它就它这个是适合要经常温度都要调。高低分，明天叫他叫，明天叫他叫大胖子。然后他是在这里种，种给你看，种给你参观。然后外面是卖的，这个不像是香菇哦。哈哈，好，好。啊，这个是买种的，种菇的方法，他会告诉你，跟你分享。完全不吝啬哦，鲍鱼菇，妈，真是红烤的，烤的，还加点那种毛毛盐。这个菊花，这个花是菊花，哎，菊花嘛，我们叫戳花。嗯，这个就是灵芝啊，就刚才看了那个种的，还有那个鹿角灵芝。嗯，全部透。对对对，它全部是干的。这个你知道吗？黄花，就是金针花。嗯，这些我们那边都有，就是种植的，你没看过啊？这个是杏鲍菇。哇，这个好大哦，越大越贵，知道吗？好了，今天我妈又参观到了蘑菇养殖，还是不容易哦。我妈她是农民嘛，她对农产品、农作物都是非常感兴趣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带她去那个葡萄园，我们那边哈，其实也有那种几百亩、几百亩的葡萄。以前呢，外省的人来到我们这边来租地，租了来种。也是有很多的品种，但是没有台湾的多。台湾的我曾经去拍过的，台湾这边哈，葡萄的品种更多更奇妙，有些味道你连想都想不出来。然后要走那么一段路，哇，这好凉啊，抬头就是妈。来，我们前面先试吃。对，它是钢丝，然后加上它自己的架子。我妈对台湾的水果现在应该是又爱又恨了。妈，来电来电没淘汰的，中午去拍照，有点背光。快采完了，要掉进笼子里面看。哇！这么大抓这抓，这金大金，嗯，金大金，好，轻点，轻点，对，对，哇，这下面。又不热又晒不到，妈，这一抓你看得上吗？这一抓，这一抓都不对，很漂亮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啊，那没关系，等要不你再看一下，那边前面还有很多，走嘛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一抓竟然好多，哦，有抓好多好多，哎呀好多，这一抓很多呢，哎，这一个嘞吗？这一个嘞，这一抓，这个颜色怎么样？熟透了哈，是熟透了，啊，过来看，哦，我妈你看。多看一下就开始，哎呀，好，来，那一个哪里？来，哦，轻点，轻一点。哇，我的个妈呀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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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轻点，这个轻点。轻点就不要，轻点不要。不要。嗯。妈，你不是说的吗？花中选花的嘛。哎呦，你那个想啊，花就选花，算在是，算好。你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。那因为看花不漂亮了，当啥？都漂亮，都漂亮，都漂亮。我觉得还行。好好好，我妈一直说要轻一轻二轻，全是飓风啊！我觉得我们那边最普及的也是飓风。那
那个有点轻啊，对，有点轻。嗯，咔嚓一声，剪下去。嗯，就这两个呢。哦，两个一样。好，两个我不能等一等。嗯，可以。嗯。哎妈，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好的，在树上成熟了才是最好的，不要想说什么轻的回去放两天就熟了，你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小时候哈就知道新疆那边的葡萄沟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幻想，最好笑的是什么，我最好的闺蜜就因为幻想太多说长大了一定要嫁到新疆去，说多不算多啦，因为每天都有人来采，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都不是很熟，这个比较熟一点，有些这些都是人家选过了，但是也不错了。明天后天又不一样哦。嗯，哦，嗯，哎呦，眼睛掉了。没事，是白一点的。那你看，这是水梨，看到没有？哦哟，人家好多片山都是好多。啊，片山都是水梨啊。全部都要套袋啊，全部都要套袋。这是今天晚上妈妈煮的菜，长豆、蒸的辣椒，然后还有豆子。然后他们两个还在聊天。台湾的乡巴佬也走一半，啊，种菌子，嗯，种香菇，啥子各种样子的菌子也有。还有林子，还有林子，所有菌子呀，种的好很烂哟，还得铺那点钱，我们去。你买门票，有些这个葡萄的，葡萄还是。还有个这边的水稻已经收割了，还有些马上就要收割。这边的果子好得很，他们那果子米也好吃。你母娘还是要穿个金毛看，我看到果子还是相当好，晓不？可能果茶叶这都去看了。那边呢，在气候要比这边要热一些，他把水稻就是拖两次，他的农业来说是相当发达，还要加上他们的那个。他们的花路，我当时等他们那地方的这个官方的话，他对这个农业来说，他还是比较重视。他农业在那时候就比较发达，还有个那地方的人来说，还有那比较勤劳。嗯，多方面，那个春种一粒粟是秋收万颗子。嗯，日晒无闲田，农夫笑开颜。嗯嗯，他们农业相当发达。他们而且买农具啊那些全部都有补助的。台湾那地方人来说，接受了这个中国的文化，又接受了外国的文化，所以他们对这个生态啊，对这个农业，他们的话晓得这个要饭碗端在自己手头，哦，才是最稳当的。所以他们对农业来说，还是比较重视。对头，因为我妈她也喜欢那些乡下地方啊，看农作那些，所以最近这几天哈，我都带她走这些地方，晓得吗？嗯。我在上学，只有是她处理了什么事的，所以说她还是比较爱去处理。我像那个古人说的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山上落水是一秋天，农耕文化几千年，一日三餐离不了油盐柴米和桑田。非常重视这个，我们这边就会不说的，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处理是不一样。啊，又说一遍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又我爸又说偏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。我跟妈妈要吃饭了，我爸说着说着又说离话题，说了不该说的话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耶。